兄弟们，现在晚上夜里面12点，刚刚种了一尾50加的这个大青。现在呢，我放它回家，因为这个放在这里啊，怕弄死了。我祝愿我家所有老铁看到此视频，老铁祝你们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，好吧？现在放它回家，好吧？走吧，以后不要再乱吃别人钩了哈。